这条鳄鱼大不大，小朋友？大，我感觉它一口就能把你给吃掉。小乐，快看你脚下！我去，这不是他的孩子吗？怎么跑出来了呀？究竟发生了什么呢？兄弟们，因为这条小狗它一直咬人，所以昨天我打算把它送给我表弟养。可是小朋友他死活不同意。王亚乐，如果你敢把坦克送给你表弟的话，我就和你分手。不是，我再给你买一条不咬人的小狗，不行吗？不行，我就要它。如果你答应我不把这条小狗送给你表弟的话，我保证你这条视频能点赞过万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。行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就是得把它关在笼子里面反省，而且这一段时间你不能见它。行，我答应你。给我进去老实待着吧。狗现在已经关到笼子里面了，咱们接下来去干什么呀？小乐，走上车，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看了一会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小乐，原来你是带我来看鳄鱼啊？没错，这里面听说有一条100多斤的大鳄鱼啊。走，我带你进去。小乐，你快看，这鱼好大呀。这是什么鱼？屏幕前的粉丝们有没有认识的？小乐，这个鱼是什么鱼你知道吗？这一条我知道，号称淡水鲨鱼。走吧，咱们往里面进，我带你去看更厉害的。哇，小乐，这个是什么蛇呀？它的颜色好鲜艳呀。我告诉你小朋友，你别看它颜色这么好看，其实它有毒，这叫大王蛇，毒气很大。小朋友你快看这里的蟒蛇怎么样，大不大？大。哎，小乐，你快看，是黄金蟒蛇。没错，你等着，接下来我喊个人调教调教他们。哼，哥们儿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你真的用手碰眼镜蛇，这么牛吗？哎，哥们儿，你又干什么？怎么把蟒蛇的玻璃箱给打开了？我去，你胆子太大了。小乐，你快看，这条蛇好小呀。就算它小你也不敢碰呀，看刚刚那个人多厉害。这条鳄鱼大不大，小朋友？大，我感觉它一口就能把你给吃掉。小乐，快看你脚下。我去，这不是他的孩子吗？怎么跑出来了呀？张个大嘴会不会咬我？小乐，要不然咱们把他带回家吧。啊！